网上有一个留言说 NASA 把十二星座改为十三星座，连 NASA 也要发帖澄清。国际天文年会在1922年把全天或分为88个现代星座，又叫做天区。我们常说的十二星座，其实就是88个天区的其中12个，叫做黄道星座，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黄道十二宫。黄道十二宫是地球一年环绕太阳运公转时，太阳自引道的12个天区。从地球上看过去，就好像太阳在一年之中走过的轨迹，因此就叫做黄道。由于地球自转轴有一个大约25800年的岁差运动，因此古时的黄道与现代的黄道并不相同。也因此，现代黄道其实经过13个星座，第13宫就是蛇夫座了。